随意，哦，随意，你什么样就什么样，哦，我不是拍宣传片，哦，所以啥都行，啥样的就是真实，真实就好。这其实也不太不行了哈。没事没事没事。这么脏七八八的别人，没事没事，这就是生活嘛，是吧？嗯，这就是生活。嗯，我送你出去了。送你出去吧，有人。我不这个是。您贵姓啊？我贵姓马。姓马，嗯。你是哪里啊？我是长沙的。你是长沙？退休了，出来旅游。哦。旅游的话，我就来拍拍和茶有关的事情。嗯。您这个地址是在哪里啊？这个是叫？地址银泉村。银泉村。啊，银泉村。嗯。我给你写起来了。哦，银泉村。
没事没事。这个草好细啊，尖针尖。这是一芽一的。一芽一，这是红草吗？这是红草。红草。嗯。一芽一叶，舒服。就是你说是目前做茶的，还是就是？做茶季节的时候还有没有其他生产的？没有没有没有了，就唯一一家。就我家。哦，就唯一一家。对。嗯，那么您的那个一年的那个产量有多少呢？我们的产量啊，这两年行情不好的话，就是大概就是六七十担。六七十担。毛茶。哦，毛茶主要是做毛茶为主。做毛茶，就是红茶的话，就是大概就是三四百斤嘛。哦，三四百斤红茶。嗯。嗯。今年比往年的那个量都少一些。今年的量少了一点点，主要的是这个原料啊，就是去年的干旱，受到了影响，就是外面的，外面的那是厂里需要这里面的鲜叶，所以我们就赶了一点产。减产了，也就是说，很多鲜叶被其他厂就是抢走了。抢走了，就是大家在这里面抢这荒山里面的茶，我们没有茶园基地的。哦。我们就是在树林里面啊，就是收的那个鲜叶。哦，自己没有茶园，主要是荒山。哦，这个荒山老百姓都可以摘。老百姓都可以摘。哦，所以呢，就说就靠价格高就抢走，有时候。一般的就是价格高。外来的企业。一般最高的价格能够他们是收到多少千金呢？一芽一叶的就是收的八十多。哎呦，一芽一叶那个是什么时候呢？是哪？那就是清明后几天吧。哦，清明后几天。清明前几天，后几天。哦，现在这个黑毛茶你们做的是，能够现在目前收鲜叶是收多少千金呢？就是这个也没有一定的，定就是有时候呢，就是要鲜叶的人多，就是价格高一点。嗯、现在的话，他们六块也可以收啊，六块也在收啊。六块也在收。就是三块多也在收啊。六块三块也多。啊。就是看市场，不是看不一定看质量。也不一定。如果鲜叶要的人多的话，它就是价格高一点嘛。哦。那么鲜叶要的人多的话，那你们会不会就是减少收购呢？减少。
减少，就没有必要硬搞下去抢啊。嗯，抢了也抢了一部分。也抢。就是一般的人卖给你的话，就是每天采摘的话就卖给你了。哦。反正不到外面去抢。哦，也就是那几个经常在这里固定的采摘人。采摘工。就是我们一直说到的，不管他价格高低，都把他。就是随行，就是外面多少钱你就多少钱收他，就把这个几个茶工固定下来了，稳定下来了。我们就是一年大概就是最多的话收鲜叶的话，我们就是不管价格高低，就是大概一天一两千斤鲜叶吧。哦，一两千斤。嗯嗯。那当天都要完成，就是到第二天都要把它全部做成毛茶。嗯，到第二天就做成毛茶。嗯。像你们是谁呢？收购你们的茶些毛茶呢，还是自己把它做成成品呢？自己做了成品。卖毛茶的话，就是随便什么地方的人都看得上的话，就都可以卖。哦，就是毛茶没有固定的销路，就是有客户自己来寻找，愿意去一个好价钱，满足你那个心理需求，你就可以出货了。嗯，可以出货了。现在就是毛茶好不好卖呢？现在我们做了几十袋毛茶，已经也有订单了。已经有订单了。那你们自己去做千两茶的话，是拿到哪里去加工呢？还是请人回来加工呢？我们是在白茶区。白茶区茶厂。白茶区，也不是大茶厂。哦哦。就是小茶厂。小茶厂。嗯。哦，他们帮你加工。嗯，对。那他们加工的价格贵不贵？加工一只千两茶大概需要多少钱？加工一只千两茶的话，好像是，好吧。几百三十，光就十五百的，带那个竹篓四五百吧。哦，带竹篓一起，嗯，全部做好。嗯。是六十七斤还是？七十二斤。七十二斤，七十二斤料给他。嗯，七十二斤料给他。走好。嗯。你们觉得卖毛茶利润，就是短平快还是？还是那个卖那个千两茶利润高，哪个你更喜欢一点？哎，我们做成品也没做几年。哦，成品没做几年。还没具体说那个。我们就是还是做毛茶，是2015年开始的。哦。在以前在六部区那边梁区那边开了一家毛茶厂。哦。做了3年。嗯。3年后来我自己又搬到自己家里来了。哦，这里就成本低一点。就是在生产成本低一点，也可以顾家。在自己家了，在那边的话，就在我别人那个地盘子上，没有那么好。对对对对对，嗯。就是这个毛茶的话，一年做起来，就是把这个茶全部拉走的话，就是大概就是要一年时间。哦，需要一年时间，绿绿树树去，绿绿树树的去出货。嗯，对，在我自己家的话，就放在这里面，不用那么急吧。安全一点。安全一点。哎，对对对。你们自己茶有没有品牌？有没有做？有啊。叫什么牌子？银泉。银泉。银泉。泉界。我们这是泉界。来这里来。哦。这个是福泉。福泉。嗯。啊，泉界，福茶，泉界，啊，安化县茶亭湾茶叶生产是他们给你生产。是啊，他们给我生产，我就是我出这个毛茶料嘛。哦，卷叶或者是剪制，边境风茶叶，或者是剪制，剪制就是你自己的剪制，它生产。对。嗯。OK OK。现在其他有没有开店呢？就是说那个销售还是靠其他人赚。现在这个时候我也没有开店。没有开店。就是用微信上，就是朋友介绍啊，哦，就是这样卖的。网络和微信，朋友，朋友圈，朋友圈，你感觉这种销售形式感觉怎么样？那个全界那个上吊吊拉来了，包装的盒子，看一下，看那个盒子，拉了红色的包装呢，都可以拿来看一下。我们主要是刚刚做好的话，就是这个茶的话，这个安化的黑茶的话，它就是年份久一点好卖一点。哦。但是这个茶成品还不够几年。哦，但是一般喝起来是没有那么喜欢。哦，口感还没有那么乱香，对对，糯和香。一般的黑毛茶的话，就是成品的话，就是大概就是最少要3到5年。3到5年。才可以，才好喝。但是这个茶的可以喝了，这个就是三年了。3年的。
像你六不稀的那个茶叶，它的特点是什么？特点？它的特点就是甜。甜度高。甜度高。嗯嗯。我看它，我拿了一个那个有手掌大这一片叶子，这个大叶算不算你这里的一个特点呢？大叶我们这里的特点的话，就是那个大叶的话，基本上就是全部是在树林里面，山头比较高的地方。嗯嗯。它的特点就是这样的。嗯、哦，就是大黄子是大叶，都是出自高山。高山。嗯。再一个，目前就是一个方山茶。嗯。就是没有茶园，没有。它的这个方山茶的时间比较久的历史，比较久的那个。就是你看那树林里面的那个茶，它就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个木，那小河田吧，那个河田，你拿来看一下的话，是这个的。玄界啊。那这个是玄界的红茶。哦，玄界红茶。对。白沙溪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白沙溪后面一个是白沙溪红啊。白沙溪红茶。红茶。茶亭湾茶，意思主要是我的这个茶亭湾，就是他以前就是我做我的这个黑茶毛料的，他也自己也就是利用我们的原料做成品，所以他就我们自己开店嘛，开这个茶厂没有那么大的资金嘛，也就是利用这个牌子就是去卖，共同合作，嗯，共同合作的，嗯，那不错，茶亭湾。玄界，你当时取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啊？玄界，这个玄和界。玄界，我们就是本来就是泉宁泉村嘛，就是宁泉村界，就是山头比较高的那个界界上嘛。它是这样来源的。那我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是实际上是取这个地名和山头。对对，地山头就是山界界上面的。对对对，山界就是界就是山的意思。这个玄就是我们玄泉宁泉村嘛，我们这村的名字。那我明白了。这我们主要是六步溪，这属于国家自然保护区，我们这里就是生态环境比较好。你这个商标注册没有？注册。玄界。注册了。没有打那个 R， 没有打那个字哦，没有打那个。哪里啊 ？R 和 O， 它你看白沙溪，那个安化黑茶。右那个标志的右上角有一个那样的标志，往上走，哎，对对对，这里有啊。如果你那是安化黑茶，黑茶的是，不，安化黑茶是它安化是线统，所有的人都在用的。哦，是这样。哎，对对对。那我第一次。你玄界没有一个标，没有注册吗？注册了。注册应该打一个 R O， 像它那样。要打一个在才哦，往上面右上角你要打那个，这个，哎，右上角，右上角。那个，你看那个圈圈，这个，不，这个啊，不，这个看到吗？哦，这个，这一个要把它绑在你这个脚上才是注册了。如果你注册了，它就受法律保护，别人就不能用。这个就这个是就说，那就可以用的。不，这个是授权给你的吗？哦哦。是他拥有，他可以授权给你，那是你跟他有合同吗？他每年交多少钱是授权给你用吗？然后如果是你像玄界两个字。人家觉得你这个茶品牌做起来了，如果你没有这个人家就可以冒你这牌子。那也是的，我知道。那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。没问题啊，那你还是 那一定要注意。一定要注意啊，那你不注意，到时候人家仿冒，就你就。是是。那这个问题不大，这个主要是他这个啊，他自己也是有的，但是他不会有这个现象去的。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，你自己。你是说这个权界，我如果打出品牌来了，如果别人用的这个东西，不让你用了的话，就是不可以，是吗？这样，我这样跟你说啊。天茶村啊，天茶村是烟溪的。我知道，我们一起学习过的。是啊，天茶村是一个村的名字，是不是？但是天茶村的品牌，它有一个人。他那个叫天茶园的那个老板，他注册了，叫天茶村，他把那个村阿楼注册之后，那么这天茶村就很烦了，是不是？这是我们的名字，你把它注册了，他们村里面有几个做茶的还不能用这个字，那我知道，是所以这个注册谁注册在先，那么国家就会保护谁，所以你玄界玄界这两个字，假设。
你做好了，人家去仿照你的，因为你没有保护，你就跟他官司也打不赢了。所以你既然去测呢，就一定要打这个R放在上面。哦哦哦，那我明白了，我知道。明白。我们刚开始，我们这个东西我们还是不大了解。那就是从这里来说，我看你没有进行去测的，你没有到国家，国家那个商标局去登记啊，你没有登记的，他会有证书给你没有？玄界这个商标有没有证书给你？那这个我是要别人搞的，那我也不大清楚嘞。啊，那就麻烦了。啊，那就麻烦了，反正他说反正我没问题啊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他跟我是这样说的。是谁说的？是这？就是这个监制的这那下面不是有个茶亭湾有限公司啊，生产的监制的，他跟我说的。好的。这个都是他给我搞的，这个全界这个都是他搞的。哦，是这样啊。就是我们一起的茶友。是茶友，他那个整套的那个手续给你没有？没有啊，就是。那不行啊，你一定要啊，你一定要啊，你花了钱没有？没有。你也没花钱，他给你注册了。注册了。实际上他是他就是他的东西给你在用。嗯，是啊是啊。那不是你的了，实际上这个商标。这个商标不是你的，那也是啊，不是我的。哎，对，这搞清楚了。那是。这搞清楚了 啊。那你问的这个是道理。对对对。这是我用的他的。哎，对对对。我自己是没有。是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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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对对。那我明白了，就说你现在在用别人的商标。现在我自己还是没有做商标吧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是的。主要是这个成品没有这个厂房，主要是只有这个毛茶厂，我自己也做了不多。这个厂我自己也做了不多。就是他利用我的这个茶的原料，所以他能够让我用他这个商标，用他的商标，实际上是他注册的，是给你用，让你也能有销售，是也能够销售成品，那这种关系就逻辑就搞清楚了，是你说这个位置逻辑搞清楚了，对对对，那这个就是也是我们这个玄界的那个。那个小黑砖哦，小黑砖，这个包装都是他给你弄的，都全部是他给我弄的，就是他用的我这个毛料的话，就是那就相互之间朋友关系啊，这个他也做了这个，所以我也做了一点这样的，就是一套模板，你也做一点，他也做一点，是，对对对，那你说起来是真的，那我这就。对对对，那是合作关系呢，反正是合作关系，合作交朋友，是，合作交朋友，大家资源共享，是，我供应他们这个毛茶，他就要我们用他这个，对对对，原货毛茶多少钱，就是我们在货款里面，我帮你做一点，在货款里面进行抵扣，对对，是这样，这种关系就很清楚了，是。那好，一般的没那么了解哦，是，只是他们说我用的这个，他这是单独专门给你用的，玄界，这个是他的，这个他那个袋子的都全部是他注册了，都是他注册的玄界，他也注册玄界，就是他的，他自己也在用玄界吗？在用，也在用玄界，他就是这个原料，就是这个用，他如果不用这个原料的话，他不会用这个，不用这个玄界，那不用的，他就是。他卖的话，他就是不是我们的原料，他就是用的茶亭湾。哦，那我明白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这样的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我们刚开始吧，他一直跟我们给他做毛厂，他每年都就是做了几十袋，所以他看到我们这个人哦真实，什么他都相信我们，所以他就要我们自己做点这个成品。那就，如果你想发展的话，那你就要创自己的品牌。如果你就说，如果是这样，比做毛茶为主，我还做点这样的茶，这样就可以，挺好的。也不要再有投资了吧。我主要是做毛茶。主要是做毛茶。做毛茶，做红茶，做点这个，我就是压力轻点嘛。对，那就很好了。如果你就是。就是这样，不是想太大的发展，这个就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挺好，挺好。发展的大的话，我们这个场所都受限制了，受限制了，不行，就所以我们就用它这个做一下，就主要是做毛草。
每年做几十袋毛草就可以了。嗯嗯嗯。现在还是这个红糟吗？还是啊，我们这里的红糟主要是耐泡性比较好。对对对，再喝喝这个，我看看。后面的这个泡茶我们是不会泡的，就是顺便你吃一下这个茶的。这个就比前面的更好喝。是啊，我们泡茶没有。对对对。我们不会泡茶的，就是主要是不会泡。挺好，我看你很熟练的。这个茶我们如果喝到。他们有些人会泡的话，这个茶可以泡20来泡。哦，就是很耐泡。嗯。嗯，它高山料，高山料它营养就是还是比较丰富，它的那个内含物还是比较丰富的。对。他们如果有些人泡茶专泡茶的话，这个茶红茶不是这个口感，口感更好。嗯就是我们一般人来喝茶的话，我们主要是他们自己泡。嗯。喝了这个茶以后，我喝一点我们这个。好，我再喝喝你这个黑毛茶。嗯。黑毛茶是今年的吗？今年的有，去年的也有。去年的你喝去年的。喝去年的。今年的这个喝多了上火。上火好。我就喝一点去年的吧。我看你家里是你做主啊？没有，你做主做不了主，我们两个都可以。对，随便说正确的，随便都可以做主。哦，哦。等一下他来，他拿那个茶来。嗯，要的。这个就是我们这里的天津。哦，天津料。天津原料、嗯、就是比这个粗，大概粗了一点点的。嗯、哦，就是一芽二叶吧。嗯，两叶。两叶一心的。两叶一心，嗯。我这里做了一点这个。这个。哦。这个怎么称呼呢？这个是龙珠啊。龙珠。哦。是啊，就是原料的话，就是二级原料。二级原料。那这个是去年的，是毛的，拿来喝毛的。其实我们的产品也做了好几种，那个千两、百两、十两、福绢、黑绢，嗯，嗯，还有什么？天尖，天尖，大概有七八种吧，好像是。哦，七八种。茶亭湾也做了蛮多年了，还是蛮有名的。茶亭湾是有名的啦，嗯、对，他们以前是好多股东，好多老板，嗯、就是慢慢的那个行业不那么好了，就退出了，就都分开了。嗯。那这个是六泡七泡了，这个茶、哦。对对对。其实我们这六泡七这边茶就是甜度高。嗯，嗯对。再就是，其实就是无任何污染，嗯，原生态的，嗯，黄山料。六步棋它有，就是一个属于森林公园，那么它在六步棋里面有几个有几个镇，一个马勒口镇和奎西镇的一部分，在这个都属于六步溪里面。好，我们现在喝这个黑毛茶，去年的料，去年的料。老板说今年的黑毛茶吃了上火，我们就喝去年的。是啊，今年的上火还在背呢。嗯。其实早上没有笑。他烧点水来了，拿那个端点水，他给他空给他嘞。OK 嘛，那种。开点上烧开点。你看我们去年的毛茶的汤色。嗯。汤色是蛮可以的。
就是灰尘，灰毛菜，去年，嗯，试试看。我闻到了炒米香，啊，觉得怎么样？可以，这个香味，那个和别人的黑茶不同，你这个香怎么样？有那种炒米的香味，炒米的香味，哦，炒米香味，哎，对。今天会有茶叶来吧？鲜叶有啊。你们是上山去接他们吗？不是，他们来的。他们送到这里来。等一下的话，他就是来的多的。哦，等一下会来，来。等一下会来的，会来他们来的话，你给他们也可以拍一下吧。行，对，我就又拍他们。这个送茶的过程，对，送茶，然后就是说，然后那个倒茶过来记账啊，对，就这个过程。大概一般就是6点多一点点吧。哦。他们上山的话就是很远很远的地方回来，就是所以时间比较有点晚。哦。6点左右啊。那来了之后，今天晚上全部要做，还是要摊凉一晚？明天做呢？明天做。嗯。揉捏是明天上午揉。嗯。哦，下午烤。明天不做。哦，明天还不做。那是摊一天，尾雕一天，哦。不是，我们这个茶就是，嗯，我也有茶老板，就是他需要一点鲜叶。哦。他如果需要一点，我就给他送去。哦。是这样的。哦。如果别人不要了的话，我就是再来做。哦。大概这个单已经做好了。哦。我把别人的单已经做好了。